武当太虚拳，太虚拳为武当来家拳，受道士张三丰所藏，于雍正年间被收入皇宫，成为皇室之秘拳，历经乾隆、嘉庆、道光、咸丰年代，又咸丰皇帝至皇孙。於是太虚拳便于广东新会南山乡士家中代代秘传，直至解放后，又当代太虚拳传人德文先生将此历代秘传于皮家的医学武术拳种。虚拳浑圆，刚柔相济，如医理于武术，集诸位强身于一体，老少皆宜。又对肾衰体弱者更有意想不到的效果，长期收集能提高人体整体质素，保持青春活力，精力充沛，长盛不衰，是健康长寿之良拳也。得者应惜之，珍之，勤心学习。祝各位身体健康。